哎呦，肚子好饿呀！谁在我家门口？原来是小黑。哦，我得找点吃的。有猪。别跑！先找点吃的。天亮了，我打算今天就离开这里。没有可以烧的东西了，那天只有了3块猪排。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哇，下雨了！小黑们落荒而逃。哇，小黑们都死了。在出发前，我要去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煤炭。对，哇，这里实在太黑了。
不行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用点亮光。哇，我又挖到铁了。哇，这里铁矿资源好丰富啊。哇，这边再挖挖。太黑了。哇，差一点被砸死，差一点就被埋住了。这里肯定还有好东西。我得小心点挖。哦，好的。沙子也是需要的，可以做玻璃。哦，我的稿子快坏了，我得回去再准备一个。
先做个试岗，节省一下资源。挖到这里了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煤炭。我觉得这里应该不会有煤炭了。不下雨了，但是天黑了。哎，有羊，我可以剪羊毛了，太好了！剪刀，剪刀。不需要羊毛，别走。啊，好。我还是需要食物的。哇。能换什么？哇，我没有绿宝石。我没有绿宝石怎么办呢？好吧，再见，再见。
好吧，挖了半天，只挖到了一些铁矿。哦，差一点就爆炸了。现在没有炸出什么东西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要去里面看看。啊，差一点憋死。这里面应该没什么。天怎么还不亮？哎，好像看到了什么。好像看到了什么。啊，不行，太深了。原来是珊瑚礁。这边来看看，啊，应该没什么东西。
现在不能潜太深。这是什么？鱼。啊，天亮了，我要出发了。拿上东西，离开这里。好，往那边走呢？东边、西边，哦，我们往北走吧。上小船，出发了。再见了，小岛。出发，出发！哇，好大一座岛！哦，一只小海豚，哇，嗨，你好啊。
嗨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哎，你好。哎，哇，前面有个村庄。好吧，来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。你好啊，小海豚。哎呀。怎么到岸上了？好了，再见。哎，村民，你好吗？